起拼经济，我是吴宣仪。天气越来越热，非常适合来碗绿豆汤消消暑气。而这一家专卖蒟蒻绿豆薏仁汤的甜汤品牌，深受消费者喜爱。创办人王碧珠是南部小孩，从小看着父母打拼做五金生意，让他从学生时期就定下目标，要努力赚钱。毕业后卖过黑轮，卖过便当，后来想起妈妈常煮的绿豆汤，决定一个人到台北开店闯一闯。20多年来，从一家小小店面到现在拥有8家分店，还盖工厂，拥有自己的中央厨房，成功在竞争激烈的冰品甜汤市场闯出漂亮成绩。蒟蒻不要，不要，再稍微多一点。加料加汤汁，毫不手软。小巧明亮的门市里，顾客满满满，几乎人人都要来上一碗招牌的蒟蒻绿豆薏仁汤。这里的东西我觉得是都是还蛮健康的，然后也很清爽。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有蒟蒻，蒟蒻就是低热量。我要吃一个甜点的话，豆花加蒟蒻应该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选项。印象中的绿豆汤大概约莫是一斤的绿豆，然后放多少水下去熬煮。那我们有别于这个一般的煮法是把绿豆它的营养成分浓缩，然后煮成是干的。那这个它的汤汁的部分呢，我们特别呢把绿豆熬煮成汤之后把豆渣取掉，所以喝到的一杯绿豆汤其实就是有绿豆的干的这个绿豆的营养，再加上汤汁 double 的营养上去。繁琐的过程才能熬出这与众不同的甜汤，坚持不加冰块，真材实料，最能品尝到天然浓郁的豆香和薏仁香，让他们的绿豆薏仁汤能称霸北台湾，拥有多家分店，甚至盖了自己的中央厨房。先生你好，你好，我要一个蒟蒻绿豆薏仁汤内用。好的，您上袋。好，谢谢。有着南部人的亲切与热情，品牌创办人大家都称他王姐的王碧珠，20多年来是靠着自己一碗一碗的舀，一碗一碗的卖，才创造出现在的成绩。这股拼劲至今从未退减。这个是我们每一年大概会有2次的采买。买到好的豆子、好的薏仁片之后，我们就会把它，请贸易商送到我们工厂来，然后保存在大概6到7度之间的这个温度，然后让它保持一定的新鲜度。这个豆子的部分的话，有分毛绿跟油绿这2种绿豆呢，其实它是有不同的口感。毛绿它有带香气，那油绿呢，它是带比较饱足的一个口感的那个饱食度。对，而有好品质的绿豆，要怎么把它煮得好吃？王碧珠费了好一番苦心。当初草创期的时候，绿豆啊，每煮一锅啊，都有相当大的耗损率。接触到工期的这个黑黑的这个豆子呢，把它铲除掉以后，才可以看到大概上中下层的一个金黄色的那个喝完糖水的一个绿豆。如果以10的比例来讲的话，几乎差不多有1.5左右的绿豆必须要当做厨余把它给丢掉。要避免浪费又要美味，王碧珠亲力亲为，比谁都还要努力的研究烹调方式、锅具的使用等等，终于找到现在把绿豆跟绿豆汤分开熬煮又能保持金黄色泽的方法。薏仁的清甜香气立刻飘散出来，薏仁汤也是王碧珠的自豪品项。他用去腥的薏仁片熬煮出薏仁和薏仁浆。有很多消费者对于知道薏仁的好处，可是不喜欢吃薏仁，那是因为它有那个腥，腥它本身这个黑黑的这个腥啊，它本身有会有一个它自己特别的味道。那个味道的话，其实是消费者，我们讲台语的闽南语的说法，就是说有一个咸味呀，薏仁的咸味。
那那个腥剃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你就会直接闻到香香的薏仁的那个香气。无论食材保存和熬煮方式，王碧珠总是谨慎小心，追求完美，因为要维持一门生意可不容易。在高雄出生长大的他，小时候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父母是做废五金生意，家境其实并不宽裕，觉得父母亲的辛苦，可是有看到他们因为辛苦有了一些收获，比如说自己买了地盖了房，那当然是想说，哎，这个印象都一直烙在我的脑海里面。好，这司机刚送来，今天刚到货的嘛，哦，好。于是年纪轻轻，他就以努力赚钱为目标，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做起生意，曾经贩售过热狗、欧蕾等小点心，也卖过面包和便当，就算结婚生子也没有放弃过追逐梦想。于是30岁左右，他再给了自己一次机会，在30岁到45岁这个时间的15年，我应该是体力最好，然后脑袋最清楚的时候，所以我希望我在这15年里面能够闯出个什么，我给自己立定了目标。只是该做什么生意呢？这时他想起了妈妈那碗绿豆汤。绿豆汤它的本质，这个豆子的部分，它就是消暑解毒的功能。那我们夏天就是很多南部热的生条啊、生料啊，哈，啊，然后生杯啊啦，哈，所以家里面都会有一锅绿豆汤。因此他决定从卖蒟蒻绿豆薏仁汤出发，只身到台北看环境租店面，当时身上创业基金仅仅30万，他的小店就这样开张了。那当然那时候就是前店，然后后面就是我的厨房了，那睡觉的话就是买一个薄薄的垫子铺在地上睡，这样第一天营业额2000多，我想哎，2000多没卖呢，然后第二天营业额的时候就跳将近4000了，啊，第三天都5000啊，哦，那越做越起劲啊，就很有成就感。辛苦3-5年后，做出知名度，他继续立定目标，要拓展分店，在市区租了一个店面作为熬煮空间，再分送到各个店面，没想到却遭到检举。我就央求我说，请问你哦。那我如果不能在这里煮，我可以去哪里？他说你要去找工业区。找工业区？工业区要干嘛？就要工业区用工厂的名义煮啊，才能够送出来啊。然后你要有工厂登记。哦，我不知道一个绿豆汤要找工业区，然后工厂对我来讲好遥远哦。但他的字典里可没有放弃两个字，一路以来自己摸索或是请教他人，最后盖起了中央厨房。妈，这是我们的新产品，你看一下怎么样。现在他们已经拓展8家门市，王碧珠的儿子也加入传承，和一群年轻伙伴们以妈妈的绿豆薏仁汤为基础，创立不同样貌的新品牌。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让客人依照自己的习惯跟口味去添加我们的料的产品。清新的装潢风格加上特殊摆盘设计与食用方式，吸引不少老饕品尝着在地传统甜品。在传统的甜汤上面，我们希望多给他一些年轻的创意，让他可以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因为传统的甜汤在大家印象中都是可能都是一碗甜汤，但是我们在这个甜汤上面，我们就给他更好的摆盘，然后我们把它的原料放在小碟，然后让你有可以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能够也看到食物的原型。王碧珠勇于设立目标，一步步踏实的去完成，虽然打拼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看到了丰硕成果，就像吃到他的绿豆薏仁汤一样，甜蜜满足在心头。